这是一个薄料厚料都可以打折的鸭脚，这种雪纺面料用它打的折子漂亮。我们做裙子、纯棉面料也可以用它打皱，这个打皱鸭脚简单实用，打皱很快，打得碎折子漂亮。前面这个安装头取下来还可以换，一个薄料用，一个厚料用，薄厚通用打皱鸭脚。